基本。就像爸爸你过。大家好，我是刘哥。一个来日本四年的小伙。今儿是又是给俺老婆她奶奶家吃饭，然后是因为小孩学体操了，所以今儿老婆没有做饭，今儿是店里订的买的披萨。家看看今天我们买披萨啥披萨？四种肉。然后再是一个生菜，啥吧？这是一个沙拉，然后这个是一个素的披萨，里边是这个是土豆，土豆加蟹，然后加虾吧，然后这边是那个这边是虾，然后配那个花鸡肉，还有那个小番茄。我肯定是吃这边，这边一般的是这边是培根肉，这边是牛肉，这边是猪肉吧哈，我这边好像是牛肉吧，我去搞不太清。啊，这个鸡肉，培根，培根。啊，这是烤肉味。然后这个是炭火烤肉，然后这边是俺闺女最喜欢吃的。炸土豆片，好了，咱得。啊，这边是炸鸡块，我们必中的炸鸡块。これがカニ。食べたい。これがカニ。これがカニ。そう、こんな感じで違うね。ケイちゃん、パパに一個ちょうだい。唐揚げ。うん。小孩儿，他还是比较，他还是比较喜欢吃。你说你喜欢哪个档次？你要陪子女，他为了这个。